PS 港服6月份的一档会免游戏现在可以下载了。另外再说一下6月份二档会员的初步游戏名单，咱们先看一档会免游戏，一共有三款。第一款海绵宝宝，游戏画面是这样的，不管游戏怎么样先添加到库。这个一档会员添加到库有时间限制，从现在开始一直到7月2号的早9点都是可以领取到库的。第二款游戏，这是海岛大亨，韩语英语版，没有中文，同样是先领取，可以不玩但是不能不领。这是个老游戏了，好像是2014年的，游戏画面是这样。哎，这个月的一档会免不是一般的啦。还有一款，这游戏叫 AW Fight Forever， 游戏画面是这样的。这三款游戏没有下载的欲望，我直接说即将出库的二档会员游戏，一共有8款。第一款就不用说了，大家都知道，没玩的赶快玩。第二款是摩托 GP23 PS4 和 PS5 版，这批游戏离开二档库的时间是2024年的6/18早九点，在早九点之前是可以玩的。第三款游戏又是一个海绵宝宝。第四款游戏是大脚赛车，游戏画面是这样的。第五个 Brothers 兄弟。第六款这个叫躲避球吧，游戏画面是这样的。第七款游戏画面是这样的。第八款荒野之心画面是这样的。好了，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，节省点大家的时间，再见。